主妇联盟的这个鼓队啊，妈妈鼓队们会打一个节奏，然后我这边会喊口号，那个我喊的时间就是大家也都要喊的时间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示范一下，练习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你们就直接打就可以了。飞和低碳，永续能源，咚咚咚咚咚，飞和低碳，永续能源，再来。飞和低碳，永续能源，飞和低碳，永续能源。OK， 好。等一下呢，因为我们觉得每一次要台上的人喊，然后台下的人喊，真的太累了。所以待会如果你们走在游行的路程当中呢，三五个好友凑一凑，你们打出刚刚那个节奏，旁边的人就自己要记得要 cue 那个飞和低碳跟永续能源哦。还有一个比较难的，我们有一段口号比较长，是核废处置动起来，节能绿能做回来。好，可是那个节奏比较简单，好，你们慢慢打就可以。对，好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听一下节奏，你也可以拍手哈，来，三个慢的就好了，咚咚咚就可以了。核废处置动起来，节能绿能做回来，核废处置动起来，节能绿能做回来 ，OK 好。大家知道了哈，这题比较难啊哈，考验大家的那个节奏。如果节奏不好的，请记得哈，每天晚上在那个旁边晚上有练唱，还有练节奏的部分哦，可以去熟悉原住民传统领域的问题哦。晚上都有教唱的活动哈。好，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要先让。